克西德马丁制造美国最昂贵的武器系统 F-35 战机，经过了评估，五角大厦自己也出了报告，还长达382页，结果那结论是什么呢？ F-35 战机超级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里面谈到的太多的问题了，比方说它有什么7大问题啊，误报频繁，自动诊断系统误报频繁，还有隐形涂料经常会损坏，还说到了对抗先进战机测试不足，网络防御能力细节被删减。好，美国军事报媒新条旗都说，川普政府应该记住，我们已经操作 F-35 战机18年了，但我们仍然无法维运它，保持隐形机身完好无损，或者是好好的射击机炮。哇，这个请教一下这个接大使，问题丛生。对 ，F-35 是一个问题机，你看这个7大问题，对。还有它这些这个维修啊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那除了 F-35，F-22 已经不生产了，太贵啊。对 ，F-35是因为它比较便宜啊。可是便宜没好货啊，这些都是美国现在主力的第五代的战机啊。不便宜啊。也不便宜啊，对。当然就相对已经比 F-22 已经便宜了啦。那不过就变成就是说，这么多的问题，就好像波音公司一样，那个不是一个怎么样一两项问题，它是系统性的问题，也就是它生产的公司可能就有问题了，哎，工厂它生产线就出现问题了。那所以现在这个美国我认为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，那当然就寄望于我们这个哈，这个天纵英明的川普总统啊，派他的黑格赛斯哈，去好好整顿一下，再加上天才这个天才企业家啊，马斯克先生啊，看看能不能啊，把这个7亿的这个联邦预算砍掉2亿，变成5亿，然后呢，国防部这些冗员不适任的砍掉10000人，那看他的成效。我想如果他能够砍的话，砍成功的话，那我觉得可以啊，怎么讲呢？有那个中兴的气象，有那个少康中兴哈，还有这个哈，这个清朝中叶的时候啊，自强运动啊，可是问题就变成说，是不是这么简单呢？实际上不这么简单，因为我们现在就讲一个武器哈，那美国的滨海战斗舰呢，那花多少钱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就要整个都要淘汰掉，还要找买主，找苦主，对。所以美国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应该已经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了。是。那这个预算不断的增加，今年可能是9000亿美金嘛，对。那不晓得明年多少。那钱越来越多，武器呢越来越不精良，然后呢人员也越来越出问题。那现在真的，如果说川普他要去啊好好的来怎么讲整顿一下军方的话，那他真的要做的事非常多。我们也听说了一个垃圾桶3000美金，一个椅子几千美金的，在他的军舰上，这都是骇人听闻的，骇人听闻的。所以其实我也不是说，就是牵涉到军事的话，事实上怎么讲，你就很难监督。对，我们现在在台湾也是一样。是啊。对啊，为什么这个啊？现在这个林佳龙哈，把这个机密预算又提高到18亿。你知道马英九那个8年把机密预算一直砍，一直砍，一直砍。因为你记得当时陈水扁下来的时候，弊端一大堆啊，光一个跟什么那个巴纽案，3000万美金不见了。都是什么机密预算？机密预算就不让人家去怎么样？不让人家去监督的嘛。现在林佳园又搞了18亿外交机密预算，意思呢，你不要，你根本就不给你看。是军事预算很多也是怎么样？也是机密。你这个东西一机密哈，一搞得神秘兮兮，问题都出来了。对对，就没有办法摊在这个哈，摊在这个阳光之下，没有透明度。对，那美国长期这种哈战争下来。你像他们上一次从阿富汗，他们说一天要花掉这个好像上亿美金吧，那个花费简直恐怖啊！可是走的时候，这些装备都不带走啊，就是把它破坏一下，把那个什么主机拆掉一下，东西就留在那了。现在在阿富汗这些美军剩下来的物资上亿美金啊，对，都留在那里。所以美军啊，
我觉得是要希望那个天纵英明的川普好好整顿一下。是是是，所以刚刚讲到了嘛，这个陆军有问题，蔡委员现在讲到的空军也是有问题，然后这空军的问题呢，光是这一款 F 三十五一定还有其他的问题。但是 F 三十五的问题，我觉得也是蛮扯的。比方说你发射了个机炮，然后你的隐形涂料会掉漆耶，那这个代表什么呢？它就不隐形了。它就会被发现，怎么会有这么不经用的 F 三十五？对，它问题很多。其实它逆中的涂料最早发现哦，容易脱落了，是韩国人发现的。哦，哎，韩国人发现，那韩国人就在抱怨呐、啊，所以他们韩国的媒体就给出个解释。嗯，给韩国的 F 三十五应该是礼拜五下午找墨西哥工人来装配的。对，墨西哥，他是开玩笑，然后。其实凭良心讲 ，F 三十五在十几年前设计这一款的时候，很多的观念是蛮先进的，哎，设计的各方面。可是美国没有那个制造能力可以配合了啊。那我的建议很简单了、啊，是委托中国代工啊，品质可能会好一点、啊。哎，所以要看看啊，大陆的歼三五哈，那你看现在呢，歼三五推出了哈，那保加利亚军事网这边呢就说，现在呢，你说哎，各国想买 F 三十五。那歼三十五呢？难道不想买吗？有没有这样的行销能力？好，今天你看他说歼三五能不能像 F 三十五满足同等国际需要，还是只能够成为一个区域性的竞争对手呢？歼三五跟 F 三十五拿来要比一比，请教一下帅将军。第一个，先谈 F 三十五这个问题，也不刚刚大使讲的两个解决方案都填补不了，大概有十年的空窗期。我先讲 F 三十五的问题，它的设计理念是不错，但是后来呢，又添加了它有 A、B、C 啊，有陆战型的 F 三十五，有空战型的 F 三十五，有这两栖的 F 三十五，就添加了很多设备，它本身的重量配比已经有点负重了，是，再加上它要垂直起降，它要很多那个支的喷射气管跟加大的马力，使得 F 三十五变得又笨又重的问题啊。第二个，它的隐形涂料也出问题，就是韩国已经证明它涂料不经用，它洗个澡都要十几万美金，就是洗澡的液体啊，不是说不含修补这个隐形材料。对，机炮可能安装的角度跟涉及的这个引起的共振的问题没有解决，所以那个隐形的涂料会掉。那现在问题最严重，为什么讲这空窗很难补呢？因为航空母舰上三分之二的飞机是 F 十八大黄蜂，它已经到了接退年龄，已经延役了，不能再延了。是，那个时候就准备用 F 三十五去补这个空档。那你要补这些缺点要改，不是说你换两个零件就改了。从你设计的东西跟你这整体性的配合，你可能要花个时间，说把它整出一个堪用的，都没有毛病的。你像我们汽车也有，突然发出一个警讯，结果用电脑一查没有那个信号。可是你在飞机上出了这个信号，你就要送厂维修啊。结果他发现没有毛病的，你送回来就是送回来修的，这频率太高。对，后勤单位根本不堪其扰，而且费用很大。所以 F 三十五，所以马斯克不是骂他是The bullshit 狗屎一坨嘛，就因为他讲粗话了。他讲粗话的原因是他因为他了解你这个飞机的 design 跟你现况是有问题的，但是空军要航母上三分之二的飞机要补的话，那是多大？他又接了全世界很多订单呢，他超过2000架，你要不要外销？外销人家说不定要退单。还是要继续买，我还是要继续造，是我的生产线就这么大，所以你要去整顿它几乎不可能。空军出这么大问题，海军刚刚讲的是滨海战斗舰，还有一个朱姆特也两款新的战舰都要淘汰，再加上国防预算要紧缩，是你换这些军火公司怎么办？所以我讲美国如果这个事情真的要去改革的话，对它的在六代机还迟迟没有出现之前，生产之前，它起码有5到10年的空窗期，就是它战力会降低，对，降低，会虚弱，因为国防经费少嘛。对。可是问题，它制造能力这么差，六代机出来可以乐观吗？那现在没有经过测试嘛？你至于讲歼三十五啊，缺一样东西，缺一样实战经验。如果是俄乌战场也好，
以巴战场也好，将来的韩国战场也好，台湾战场上来比一下的话，那它的销路就不得了。因为你现在在数据理论上讲，它都超英赶美，它都超过 F-35B， 推力比你大，我双引擎不容易熄火。第二个，我速度比你快；第三个，我的隐形能力比你好，我只有两张 A4 纸的厚度，啊，那设计的方式又不一样。那么飞弹打得成功不成功不知道，但是这些基础条件看起来都比三十五，因为后半超车嘛，你的缺点我就改了嘛。对，所以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理论数据啊。是，你要在战场上有过一次表演，可以避开人家的防空飞弹，可以打掉你某一款的飞机的空战。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呢，他回应到了这件事情了哈。当然，这小舰长因为他这个回来之后呢，仍然话题不断哈，甚至还被民党出征。结果呢，现在我们看到陈冰华他说，其实啊，绿委们可以去看看台湾早年的老电影哪一部啊，《八百壮士》，因为他说到影片当中的插曲是《中国一定强》。还知道许多台湾同胞都有受过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教育，曾经心潮澎湃高唱过这首歌，抒发过对中国富强民族复兴的热切期盼。好，这个哎，介大使，这个拿这个电影啊，坦白讲啊，这八百壮士当时是轰动一时。那这部戏里面呢，哎，这个陈冰华还特别谈到了他的歌插曲《中国一定强》，这有什么样的深意？请教这个介大使。这个其实就在讽刺很多台独啊，他们就假台独啊，谁掌权他就赞成谁的政治口号。以前国民党这个掌权的时候，那现在很多民进党当时是国民党的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也是跟着想要在国民党执政党下面啊弄一点好处的嘛，对。那后来国民党不行啦、啊，国民党失去政权啦、啊，现在民进党唱的什么就唱，他就跟着就唱台独。所以台独要小心啊，里面很多是假台独啊，对，真台独不多啊，对，真台独也真的，也就是说啊，也都现在我认为真台独很少，我看都是假台独，这些假台独呢就跟着要想要怎么讲呢，混吃混喝的，那这些都是骑墙风派了、啊，骑墙风派，那没有这种哈、啊、根深蒂固的思想做基础啦，而且说实话。台独最奇怪的就是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，这个、啊、民族你是哪一个民族啊？那个是跟你出生的血脉有关的。所以你今天你说你不是中国人，可是你到美国，你看人家算你什么人？第一个是 Asian， 第二个你的 category 是 Chinese， 对不对？很多国家自认把你放，你怎么不是中国人啊？对，你说你不做中国人可以，可是你不能说你不是中国人。可是民进党这批人就。这个好丧心病狂，就是说连中华民族都不是应该存在的，他说那是一个远古的神话。这个人家 Anglo-Saxon 也是远古的神话吗？法兰西也远古神话吗？所以我觉得就变成这些人啊，我觉得陈冰华，我不当然他是当时驻台记者、啊、新华社驻台很多年，对，哎，所以他对台湾这个有实际的接触的经验啊。我想他在台湾大概也应该看过《八百壮士》或怎么样啊、哦，所以他那《八百壮士》那时候讲的就是怎么讲四行仓库的故事啊，那时候抛头颅洒热血啊，我记得好像应该是柯俊雄演的吧，还是谁演的？那非常非常善，这个非常非常可歌可泣的，是那时候很卖座的电影啊，而且我们那时候在成长过程中。我们也很多朋友啊，哇，也是这个、啊、这个慷慨激昂，也有一些人后来现在看民进党做大了，也去跟他们一起喊台独的，我们也看过啊。是啊，所以就是说啊，台独是有真的啦，可是现在很多是假的。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、干燥与暗沉，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，它添加五种 EGF，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，强化皮肤修复，增加肌肤弹性水嫩，轻松抚平皱纹，换回青春自信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，活肤露、全效精华、精华霜，即刻启动，
冻龄密码。